哇！你呢个玩具铺有梳化坐添啊，哇，劲啊！我都想坐啊，有啲攰啦，行到。你记唔记得你电话啊？嗰阵时你掠住话要买啊，海贼战队啊，记唔记得啊？哦，仲要买嗰啲锁匙俾你。记得。而家唔玩啦。大家好啊！大家好啊！哦，你整得好啊！你话要做呢个叔叔叔叔，我就系、是。你系边个？我就系 SY 咯。你话你系呢个烂地小叔啊嘛？系咪啊？系啊系啊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咧就喺呢个葵芳啊。点解葵芳呢？因为咧我上网睇到咧，有人咧拍咗咧话葵芳咧有间咧好大间嘅玩具铺啊，好似日本嘅 Mandala Care 咁样嘅。咁啊冇得去日本，咁就去下葵芳嘅 Mandala Care 睇一睇咯。但系咧。不知道怎樣走的，要走九分鐘的，在那個運動場對面，所以我們一看到有個 van 仔可以上，我們就搭 van 仔。好啦，好熱啊，今天好熱啊，好，拜拜拜拜。我未呵呵呵Mandala Care開了，好，現在有沒有去到葵涌運動場的？葵涌運動場在這裡，在葵光運動場走過去，一瞬都會廣場走過去，走過去就是了，我們走去吧，這樣好啦。經過呢個葵青劇院，你睇下 Bang Bang 啦，原來有 Bang Bang 有阿祖啊，呢度可以睇到佢啊。行隧道咧，應該唔係好熱嘅啫。希望係啦。嗱，如果睇下 Bang Bang 咧，就葵青學院劇院。係啊。如果咧去嗰個運動場咧，就行呢邊。OK 喎，唔係太遠喎。原來咧直上呢條天橋，行過去對面嗰度咧就係嘅喎。係咯。啊行啦，你唔係念有句咒語咩？你要念一次俾大家聽啦。我就是大卫 BB 七师傅 ，Viva 咧华正取西经，孙孙叔叔大师。好嘢，好嘢。到你念啊！唔念啊！司机话依个葵涌运动场咪即系我哋夹公仔嗰个隔篱嗰个以前。系啊。行年宵嗰、那个。系咯、啊。原来就系依个，原来系咁大嘅。我哋今次就唔系转右手边啊。系。我哋行左手边嗰度落啊。喂，依度啊，葵乐街啊 ，B 座啊，红色啊，见唔见到啊？都 OK， 唔远，一落桥就系，行咯。Go go， 行快啲啦，系嘛？依度啊，依度啊，一出就系啦。好型咁嘅样子。悠游白书。做咩嚟啊？依边啊？有冇搞烂你个门啊？依边啊？哇，好大依度。个冷气都 OK。咁劲嘅？系啊。一嚟已经有咁多。无面超人，腰带。咁你最中意边个啊？呢个 Ghost 系啊。你有睇过 Ghost 咩？冇，但我见佢只眼几灵异。灵异？有冇搞错？嗱，我都话啦，咪好似 Mandala Care 啊，啲玩具咧系二手嘅，然之后咧开晒价钱噶。系啊。系啦，唔同诶，旺角嗰啲咧系全新噶嘛，啲人买二手直情 Mandala Care feel 啦。嗱，呢个啊，你记唔记得啊？上次奇妙脆汁粒，我哋咪买呢、這个。系啊，二百几好似，但系我哋系玩过咯。佢都玩过，因为全新噶。咁又系二手？呢啲先系啊。二手几多钱啊？我唔知喎，你依个百二咯，土嗰个。嗱，我俾你考你好唔好？好啊。请问边个系星矢？六个。呢度个只只都系星矢。唔系啊，一个系星矢啫。边个？金色、银色。银色。银色啱啦，你点知系银色系星矢啊？佢話喺最頭，唔係先知係咩啫。咁有理由唔估金色呢個咧？紅色通常係主角嚟嘛。犀利啊！呢個係咩嚟噶？貓老鼠嚟嘅喎，2000個限定啫喎。係咯。但係點樣揸咧？呢只老鼠。係咪咯？我想要喎。你想要點解？都唔係亞馬遜，有亞馬遜嘅喎。好得意啊 ！Series 第二彈喎，即係有頭嗰幾個。哇！呢只老鼠搞笑喎，揸住。係咯，不如買啊！哇！呢度真係好大喎，咁都無形嘅。高達全部都是高達。不是啊，前面是無面超人啊。哪裡哪裡高達我們又不買。哎呀，哇，我看中了這個 cushion 喎。這個是什麼 cushion 來的？我以前玩那個 Mega Drive 那個機的 cushion 多少錢啊？啊，手仔要另買的原來。這個牛角包來的。牛角包？是啊。他以前的手仔是這樣的。爸爸在看什麼？在看颱風神啊？不是颱風神啊，是隱風戰隊啊、旋風神和轟雷神啊。哦，為什麼一隻貴一點一隻便宜一點的？是啊，通常二手是這樣的，你 check 件，可能呢它少了一件武器呢就立刻會便宜一半的。看看你想是玩啊還是要齊件儲咯，
爭成550蚊啊！哦，我哋都有啊，呢個旋風神同埋光雷神。你有有啊？有啊！點解你咩都有嘅？你係咪成日買嘢啊？先生，我嚟訪問你啊，先生。點啊？係，其實想問你大約花咗幾多嘢喺玩具身上咧？我花好多噶，自從爛地小書出咗世之後咧，我就冇錢再買玩具咯，所以爛地小書咧就令到我咧乜都輸曬。嗱，我再考你一樣嘢啊！啊，呢度啊，入邊嗰個係邊個嘅變身腰帶？咁貴咯、你記得當年我賣幾錢啊？唔知啊，但係我只係知道我而家得翻個殼。以前大減價65蚊，我哋仲送咗盒俾阿表哥。係咯，我而家得翻個殼。玩咗啦嘛，所以玩具咧就唔係嚟玩嘅，嚟儲嘅，知唔知？唔知。超大嘅 Mandala Care 我哋睇完啦喎，咁我哋你做咩揈下揈下嘅？嗰啲叫咩膊頭帽啊？膊頭帽。我咧今日咧點解唔孭白色個袋呢？就因為我袋個拉鍊咧爆咗啊！所以咧，我哋而家咧就要去睇袋啦，睇完玩具睇袋啦。咁啊，膊頭帽先生，我哋行啦好嗎？好，我呢度好大啊，真係好勁，得閒再嚟過睇。好啦，轉個彎就嚟咗深水埗啦，然之後咧 ，SY 咧就自己翻咗屋企啦，因為佢話唔想睇袋啊，所以咧而家咧我哋咧就自己一個人去睇袋啊。我就依間啊，睇下先有冇我想要啊。又是揀翻個白色的。唔該，我想問下咧，如果譬如之前咧兩年前買了一個類似袋，如果大拉鏈爛咗咧，有冇得整咧？可以啊，拉鏈維修就80蚊條嘅。即係可以幫我整條整翻嘅。可以，係啦。整幾耐？你預翻大概2個月維修時間咯。2個月啊？係啊，因為都要 send 翻上廠整。好啊，唔該你。嗱，如果白色咧得3個，咁依一個咧就可以變做依張凳嘅，但我又唔會 cam 又冇得用啊。咁依個咧就可以裝到 notebook 啦，依個裝唔到。但呢個裝到 notebook 咧，成個書包咁，好似好肥，好難抉擇啊！最後檢討，買咗袋啦，出去揾另一個啊。雖然咧冇嗰個裝到咁多嘢，但係咧就可以裝到 notebook， 同埋咧冇咁大個嘅，就係、是、我而家背住依個啦，即刻孭住啊，就係、是、咁樣嘅。嗱，就係依一個啦。咁我覺得咧，我之前嗰個靚好多啦。佢依個咧唔知撐咗兩邊嘢出嚟咧，好生意。佢依兩邊咧撐兩邊嘢出嚟咧，有少牙罩，我覺得。但係好過頭先嗰三個咯，我覺得。好啦，咁今日咧，我哋去完呢個葵芳嘅 Mandala Care 之後咧，然之後咧，我又買埋袋咧，今日任務完成啦。咁而家我哋買埋飯盒翻屋企咧，就俾阿 SY 佢哋食啊。咁啊，係咁先啦，下集再見啊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買咗啦。買咩啊？买了一个咪附送 Miffy Cushion 的杂志，有什么用啊？那么贵，贵124蚊，什么来的？这个噔噔噔噔，好恐怖啊！这个扁踢踢，这个东西它会变胀的。怎样变胀？不是，那现在还好，这样不要变胀它，那我省回一些位置。哦，是不是？那我松软软的嘛，我开了。啊，你真的开了？开了。不如卖回去吧。咁啊，即系屋企都有啦，使乜卖出去啫？咁样话要风筒？有见有人话要用风筒吹下佢。吹下佢啦，而家。等我吹下佢先。胀未啊？少少啦，呢度要吹下佢先。其实我觉得头先压缩住仲好啊。有咩好啫？面睇睇。悭位。你胀咗几多 ？Hello。你好似成屋都系 Miffy 咧，睇下啦。呢个系 Miffy。我其实仲有好多，但只不过俾人帮我打入冷宫，就将佢哋。系啦，拜拜啦。拜拜，好啦，拜拜啦，有乜用？